大概保险的守护了五分钟之后，这个龙开了。现在视角全在菲尔罗利身上，被盯住了，他准备跳过去抢。哇，漂亮！小段这个大招，这个就是巴德的 X 型。现在红方阵型稍微拉的有点长啊，被分割成了两块。现在凯南和杰斯先 PK 在一起，但是没站上伤。正面打秒，再次的春哥被打出来了。Quest 的血量不是很好，但是发条闪现过来，哇！这波奥莲娜闪现过来，不用大招 Q 大。起大招要过来赶战场，看一下凯南在上面。已经用过了。对，这边是。砍下一个闪现加上了潮道，狐狸发条一个大招，两级翻转拉两个，瞬间终结。砍下大招也是一个闪现进场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已经杯水车薪，打不足后续的伤害，反倒成就发条的双杀，是再一记嘲讽。我的天哪， triple kill， 这样的话大龙还要让哇，这脚过来接过来打了，还可以。金总这边来要看小虎的发条球给他怎么样。金总这边有点冲动，先打了一个残血，这个、直接逼到两个人。小虎怎么说？突一下闪现左将，瞎子先拿到或者火龙，麻辣相关位置马上走掉。哎，这个大招是被硬普的盾直接吃掉了一个R闪。艾米收起来，艾米这边人质拿到发条，人头自己还没有死去了，怀了一下，要不要硬来？黄子。看了一个卡牌，我怕卡牌，哎，卡牌要死了，哇，没有金身啊，没有用啊，伤害不太够，大招大起来，来，你也来到正面了，哇，又是小兵的一技能刷到了金诺的一 Q， 直接砍死了一普，金诺这边也是无家可归，队友全部死的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金诺这边被减速到一 Q 被刷了，这一盘小兵一波团战，小兵刷了金诺两个一。